小七，今天是情人节，你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啊，没事儿。Yes，就知道了。这个，你能不能帮我放在老板办公室啊？行，没问题。谢谢，么么哒。那我就先走了呀。 今天不是七夕吗？你还加班？哦，是啊，我是来工作嘛。你还没吃饭吧？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。 前面来吧。坐就坐，我才不怕呢。除了公司，就不用把我当老板了。非常抱歉，先生，我们餐厅的位置已经满了。七夕真是，哪儿都爆满。 你没有过过七夕吗？对啊，第一次。不戴眼镜还是挺好看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地方不错吧？原来女孩子喜欢来这种地方。挺好，咱们采上去了，试试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 我很喜欢这里，以后有了男朋友，我也要带他来。 在这个小帐篷里吃着小火锅，让我感觉特别温馨。我好像有了一个小小的家，里面住着我和我爱的人，我和他正在幸福地吃着火锅。那你今天？ 今天连地方都订不到，才带你来的。我可没说喜欢你啊。
哎呀，水都快烧干了，服务员，加点汤，谢谢啊。全都得吃光啊，别浪费了。一会儿吃完，我也带你去个地方吧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地下室，没有窗户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没想到你还住过地下室啊。那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？小时候躺着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，有一天特别想家，想找个高一点的地方来看星星，谁知道星星没看到，却看到这城市的温柔。我把这里当作我的起点，迷茫的时候一个人过来找找星星。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。你知道他们背地里都叫你嗯没什么说不说不说